真的喜欢画画。就不管我自己有没有把这个当工作，或者是有没有收入干嘛，其实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是觉得每个人都要幸存的梦想，虽然不一定可以实现，但是我觉得总比没有梦想来得好。梦想都在这边，这样有就是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在作品上面，这样子。